欢喜吼，啊，这次就着咱的民进党所提名啊，凤山区第九选区的议员候选人，而且嘛，希望啊，过去啊，栽培汉中啊，遮所有啊，听少汉中的遮咱的长辈，会当继续来甲汉中啊，参加、甲支持、甲指导，予汉中有机会啊，继续来做一个较好的方式。真心待你，汉中啊，做人上有人情味。拍拼汉中啊，为你拼命，争取咱凤山好名声。忠心对待你，有情有义，为你走忠，为你拍拼，伊什么拢唔惊。啊，这次咱的竞选的主轴，会使讲我是乐冈代言人。来自罗岗，来自基层，上清楚罗岗的需要，所以汉中啊咧，伫只希望咱政府咧，啊，要怎来去了解到罗岗伊真正真真正正需要遐个自家咱的百姓，所以咱政府应该想一套非常理想的办法来替咱罗岗，啊，替咱真正伊家庭需要遮个艰苦人，要怎来得到这个。的工作来弥补伊的真心待你，汉中啊，做人上有人情味。为你打拼，打拼。啊，伫遮咧，啊，汉中啊嘛准备好啊，啊，所以十月27，希望咱所有听说汉中的人继续甲汉中啊支持，予汉中有机会来放炮。有情有义。赵总为你打拼，伊什么拢唔惊。